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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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大御厨，不知您可会做只吃不胖的菜啊？这样的菜，我可做不来。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要是格格再胖一斤，奴才的小命就不保了呀！张大御厨，您救救小的吧。哎，哦，啊，我有个办法。 恭喜格格，轻了一斤，轻了一斤呐！真的？我看看。哎，太好了！我去找玉泰。格格小心！三、二、五。玉泰！你们自己练，不许偷懒。参见格格。你快看，看我今日有什么不同。 格格可是换了新衣裳。哎呀，我昨日穿的也是这件。你再看，看仔细一点。这，哎呀，我瘦了一斤哎！恭喜格格。照这样下去，我很快就能达到三阿哥的亲位了。 三阿哥对格格来说这么重要吗？当然了，能得到三阿哥的喜欢是我最大的愿望。对不起，张大人，安大今日怎么来御膳房了？我想跟你学做菜，做既好吃又能让人变瘦的菜。这世上哪有这样的菜啊？可你们不是帮婉贞格格做过这样的菜吗？ 我想亲自做一道给格格。你跟这位格格，你们都先出去吧。是。哎，格格喜欢上了三阿哥，想要瘦了之后嫁给三阿哥。我帮不上什么忙。 所以想在格格瘦身的日子里，让他尝尝我亲手做的菜。做菜有御膳房啊，而且你每日练功又那么辛苦，你干嘛要学做菜啊？看来你是喜欢婉贞格格，但可我听说格格身格体胖。没有，不是这样的。格格虽然胖，但为人心地善良。 既然你喜欢格格，为何要替他人做嫁衣？格格是什么身份？我又是什么身份？况且，格格已经有了心仪的人，皇后娘娘也有意撮合他们。